继续来关心民雄乡火警的消息。民雄乡火炉厂被告一处的民宅，今仔日透早三点外发生主体火警，八人受困楼顶。消防人员到场的时阵，受困的民众已经自行脱困。导火点是伫一楼，疑似是电动机车充电伤过久造成，好佳哉无人员的伤亡。嘉义县消防局今日半暝啊三点十八分接到通报。在民雄乡福禄村被隔一处三层楼家起的民家起火，民雄、双福、大拿、古大美的分队拢前往，原地窜出有八个人受困。消防人员到达的时阵，八个人已经对阳台爬去爬壁虎，啊，毋过嘛有一对祖孙，啊，佮有两名外籍义工吸入浓烟，所以预防性的送病院来检查。本期三点十八分接获民众报案，民雄乡啤酒住宅火警，八人受困，出动民雄、双福、大林、大梅到达现场，为电动机车火警，无人受伤。消防队员发现起火点是伫一楼的一台电动机车，持有人是一名外籍的劳工，燃烧的面积大约是两平方公尺，火势伫三点三十六分控制。现场是无人为放火的痕迹，初步研判是充电伤久，所以来起火燃烧。最新新闻，陈义行、民雄乡彩虹报道。即马想要住预防下，一定要上网络登记，使用手机啊，唔免两分钟就会当登记好势。首先，你要做意愿登记，填好画面上面的基本资料，然后送出等待卷讯通知，只要咱阿中部长宣布。你符合这个阶段的施打条件，就赶紧上网络去登记哦。点开预约选项，画面就会出现三种预约的方法。大部分的人是使用身份证加健保卡号码，紧佮方便。咱即届嘛是要用这种方法来让大家做一个示范。点入去，将你的身份证号码、健保卡顶端的卡号，把它填好。进入图形验证码的验证，就会当到最后一个预约的画面，选择注射疫苗的时间甲地点，将你的基本资料填好后，将你想要注射的时间甲地点选好后，勾选阅读并同意，最后送出资料，安尼预约就成功啊！要提醒咱亲戚好朋友，记住自己施打的时间，然后携带身份证。健保卡印章前往接种站，手机要摕出来，以你的预约注射真方便，赶紧注射，保护家己的健康，也是保护咱厝里的人的健康哦。最快与最慢的结合，原本就充满了话题性，它是最快的高铁，连接最慢的五分车。要以故宫南院为中心，这个区域啊，要变成是地方文化产业的肌肉，那才有可能带动这个都市的发展。啊，这摆最慢要去啊，讲个叫我来。我咧读中学时，同学拢坐这咧上万桥啦，所以这要怀旧嘛，都爱有迄个旧的啦。你若要坐这个，都爱来家己，安尼才有意思啦。但我伫这大人，就是要甲这个故宫南院。两亿五千万，唔通阁叫大腾出来，前瞻预算，人甲人过好啊，都甲开落。